东西想一关。哪再讲一次哪一关哪一个卡？羽毛哦，你把东西藏在最后一关，就这个反正意思超多的那个鸟，对，那个鸟藏在最后一关，然后我不一定是鸟，也是一个东西，然后把它藏在最后一关。所以我们可以，你是说你觉得那个最后把那个鸟救出来，你觉得那个很好玩，所以你觉得我们可以学它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觉得这个密室逃脱最难玩的，都没有很难玩的。好，那水梨，好，谢谢陈平。水梨嘞，你觉得？哪一关你觉得最好玩？我觉得那个书画位置可以打开，这个很酷哎，你不觉得吗？老师，可是我们做不到啊。不是，是因为你刚刚可能把书放错位置了。但我觉得这机关很酷哎。老师，可是他说要把书放的一模模一样。对。那还要用镜子。老师，那我可以说，那有个人就跟着他们，然后另外一边没有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如果把那个跟着他们的那个人，就帮他把门打开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水梨觉得那个，你也是觉得把那个书换位置门就可以打开，这个很棒。那你觉得，最难玩的有没有哪一个关卡你觉得不太好玩？要摆的一模一样。太，有点太难。好，那妮妮呢？你觉得？哦，找羽毛。然后，你也喜欢找东西。嗯。三姐喜欢找东西。嗯哼。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模仿的是哪一个？模仿他，就是像。然后我觉得可以模仿他有两个。嗯，说。一个是可以找东西。嗯。然后一个是你可以解开密码，然后能拿到钥匙，或者什么拿到什么。你说像保险箱，你觉得从保险箱按密码，你觉得这样蛮好玩的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再来安晴呢？嗯，我喜欢就是那个，不是，我喜欢就是他很调皮，就是他直接把门放在那个信箱后面就给你打开。哦。然后你在那边找密码找了半天，然后其实你手伸进信箱你就打开。哦，你喜欢这种意外的惊喜。好，然后嘞，你觉得我们可以模仿有没有我们可以学的？就是、他把密码还有东西写在提示墙上。哦。或是一开始就给他一些宝物。嗯嗯。提示，一开始就给你提示，然后你就从提示里面找出来。哦哦。学他把提示就贴在墙上。哦。他不是墙上有那个海报。是，所以然后提。墙上的提示加上你手上的道具就可以解谜，你觉得这样很棒、oh, OK 很好。那你们觉得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比较难玩？嗯，都还好。 OK 好，谢谢安晴。那时君呢？我们把那个书柜贴在那个门上，书柜的门可以打开的那个，对，你觉得蛮厉害的。按门、oh, OK 好。那你觉得咧，我们可以学习的哪一个关卡我们可以学它？水白保险库。保险，我们也可以弄一个保险箱。哎，你不是有个密码的笔记本还是什么的？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保险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个比较难玩？都可以的。好，谢谢时君。